冒险两步。妈，我又来上电视了。妈，妈，我在这儿呢。妈，妈妈。Hello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刀哥，欢迎来冷频道。今天来给大家录的是牛郎织女的仿妆。那如果你对今天这期视频感兴趣的话，就看下去吧。那视频开始之前，请大家给我疯了弹幕，过多的投入收藏，点推荐哦。叮。那今天是他给我画牛郎的妆，我给他画织女的妆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开始吧。开始，牛郎男人嘛，就是稍微打点粉底液就行。我觉得牛郎他就是朴素比较，对，就很土很村儿。你对我牛郎尊重点。牛郎一定要往黑楼画，你知道为啥吗？是吗？你为啥？你为啥往我苹果肌上抹呀？这吃妆，这吃妆，这单反吃妆，镜头吃妆，不是你上期教我的吗？混血。你是不是整我呢？没有，我给你讲为啥。我告诉你啊，行。牛郎每天在地里干活，他晒得却黑，你必须得给往黑楼画，你不能画太白，懂吗？农民是要朴实的，每天在田地里耕地也是蛮辛苦的，多打一点。我怕你一会儿你去晒黑了。一会儿我们要出外景，我完全相信你的了，我们画吧，没事。必须的，你看就很漂亮，就是欧美妆，就是晒黑的那种感觉。是就是把皮肤美黑的那种感觉。对对对对，一定要把这个苹果肌塑造出来。我觉得牛郎的妆容嘛，男孩妆就一个粉底液一个眉毛就行了啊，很挺漂亮，出嘛就非常性感了，很帅的，很帅的。你可以看镜头。画完了。是很帅的，我觉得牛郎，我觉得应该是那种鼻子很大，要不然织女，我觉得不能那么喜欢他。你看，可以了吗？就很漂亮。然后，那咱们现在可以就是把你把服装换一下。你有病啊！好看，这就你牛郎，牛郎，我告诉你，牛郎。你给我画透我。瞄一下，不是镜头，镜头它吃妆，懂吗？他单反镜头他吃妆，好吧？嗯。单反镜头他吃妆。那接下来呢，让我们的刀哥把他的那个服装换一下，好吧？然后那个你换个服装，我打个底。啊，对，你一会儿帮我把胡子刮一下，好吧？因为我是个仙女。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。我能预测到弹幕是啥？武大是你吗？我觉得一点不像牛郎。给他画织女，给他画仙女，记住了啊！镜头吃妆。啊！我有点像后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射太阳的时候，让太阳给晒了。妈妈，我上电视了。我们现在去画一个眼线，贴个睫毛就回来。Oh!
好专业哟。是的呢，我也好，是好专业的呢，这是我的全部的财产呢。我太害怕了，快，你跟他一边聊天一边。好美啊，兰儿！哇塞！祝大家七夕节快乐，美，兰儿。我俩是拼了，真的，这画面特别美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是你看看凡间，你喜不喜欢凡间这个风光？比你们天上是不是好多了？慢点，慢点，跑了。你跑，他也要跑。叔叔，你快来救我了。叔叔，来牵着牛。你想吗？不是，就这样下来就行了。鞋。不是，应该我包。我们开车开了3个小时来到这个地方，那家又下雨又下云的，那牛给我吓的，给我吓完了。哎呀，气死了！总算完事了，这视频真太不容易了。我穿那个鞋还小。来，给我老公鞋，来个特鞋。提都提不上去。最大没有42的，最大40的，那好的，你刮刮腿毛不行吗？好男一身毛，好女一啥呀？一身骚啊，一身彪。哎呀妈呀，累死！走，走出6000不认的步伐，走。哇，稻田。